题啦。My Mayo were such a friend. 你看起来不错。China was crazy. Thanks for F-16. Hi, 我是台湾空军战备训练处业务参谋程家佩上尉。Angela, 我知道。他的机密认证 OK。However, in the Taipei Airport Lounge, 外勤组在我们到之前已经检查过了。Then, I get to the point. There is acquaintance from the CIA in Kadena Bay, Japan. 和平与决心。我明白了，我回去就报告司令，让他尽快遴选适合的飞行员过去。安琪拉，我们要如何开始第一步？ We have everything we need. Find my classmates first. 庄胜吉，我知道他人在台中。你知道 AIT 不仅派了车，还有陆战队随行。陆地将军，你的表现令我非常失望。于代表，也许您该听听空军的报告。我知道你们肯定有一大堆疑问，我和参谋长也是费了很多功夫挖掘出真相。我可以跟于代表您保证，解放军绝对没有丢您的脸。我准备好听你们的报告了。12月5日，天气适宜，对于我歼击中队出击是最好不过了。6架战机从水门起飞，15分钟后，编队进入海峡中线。为了宣扬我军军威，歼击队长才箭头飞行。2分钟后，他们遭遇到了一架台湾的幻象机。一架？是的，是一架，而且正在摇摆机翼。过去解放战争时期，曾有不少国民党将领起义来归，这是人们的本性。我国有句古话叫弃暗投明，我歼击队长当下判断，这定是台湾飞行员受够了虚伪的台独教义，下决定归来故土。我歼击中队在此时陷入的该继续攻击任务，还是护送起义台湾战机飞回大陆？当时情况非常凶险，因为如果被台湾空军发现，极有可能被不计一切代价解决掉。我歼击队长对台湾抱有着很深的感情，他心里的梦想就是一定要让台湾人回归祖国怀抱。只要能护送幻象机回到大陆。当台湾飞行员下机那一刻，含泪说道，我终于回家了。这可是远远胜过我火箭军对台湾机场和防空阵地的攻击效果。然而万万没想到，狡诈险恶的台湾人竟是以此为诱饵发起了攻击。台湾人竟是如此的可恶。我六号战机首当其冲，陆战爆炸，我歼击队长不了心切，竟忘了保持安全距离。快闪！没事，坐好了。我们对台湾人还不够仁至义尽，他们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三号与四号战机立刻就反击位置，却没想到被空域中的另一架台湾面战机做梗，功亏一篑。这说明了他们一开始就是有预谋。我发誓动员一切可能击溃台独政权。我歼击副队长与五号机就是为了让党认清台湾人的真面目，才认真负重放弃任务。在这次任务中的都是英雄，这招还真低级。我定要打到台湾空军不复存在，还要活捉那些叛军渣子和台独罪犯。从现在起，我们不接受台湾方面任何和平谈判，也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投降。党不是一直在自嗨制，以为炸了台湾就该投降？不妥，还是得靠我们海军。我们不能就这样放过，爱卿有何良策？这件事说来，歼击队长没有避免企图要负最大的责任。说到底也是基层无法理解党的意志。别人都要弄死你，我们还在和他讲道理。众人拾柴火焰高，代表的一句话就说到顶了。为此，我已下令东寨空军即日起总动员，歼无畏大阵。无畏阵，空军无畏阵源起欧洲，美军又称英强，英国籍不同名。以台湾上空为例，在单位攻击时间内，其最大战斗机容许量是有限。台湾西部目标区最大容积量约为168架，在锁定福建外海的北台湾空域50架足矣。
我空军有超过3700架各式飞机。我们计划分两阶段，第一波以超过30架歼击机为主力。我以其他20架轰炸机、加油机、预警机及电战机等，运用庞大的机队，将台湾空军从自己的空域中完全被挤出去。无畏大胜，一来只有美苏超级强国才能面对，没想到我国也可以有主阵的一天。有前面的例子，台湾人不会开枪。无畏阵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毁灭性的毁进能力。不要说开枪了，台湾人胆敢开雷达，我30架歼击机一阵齐声，保证毁灭颜面。我不是粉头，但这战机起飞有先后次序，还要空中盘旋整队，这指挥。我打算动员空警500。空警500要出动了吗？我国空警500预警机可是目前世界性能最先进的，使用数字蝶形雷达，能协助战斗机做到中程引导、大型目标。像天干机可以做到最少400公里的真空距离，而对于像 F-22 这样的隐形目标，台湾没有，也超过了200公里。可以说，全台湾都在空警500的控制之下。进度更是完完全全的超过了世界任何一款预警机。厉害了，我的国！空警500还不仅是把雷达搬到天上，只要战场地图一开，没有死角和盲区，敌我双方态势一目了然。装备预警机不仅可以使我作战提高量级，还能发挥鲁莽指令、避之使指，莫不是从的一条龙指挥？确实，空警500装备了多种电子侦察、电磁对抗设备，提高了综合作战效率，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空中指挥部与情报中心。有了空警500所指挥的鹰桥，我解放军战机编队还能低空飞越台湾总统府，准把那些空心菜架成豆芽菜。鹰桥，这老枚举的词实在不顺耳，我来起个中国名，就叫歼击长城吧。把弯弯通通关进长城内，就再也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。只要台湾空军一认输，几乎等于战争结束。